办符文社第2214、14次例会，欢迎国际符文3461期2021-22年度确定总监暨团队莅临公事访问。例会开始，请社长鸣钟开会。各位总监团队，大家好，请全体起立唱《福伦颂》。朗读福伦四大考验，我们所想所说所做的事，应事先扪心自问：一、是否一切属于真实？一、是否一切属于真实？二、是否各方得到公平？二、是否各方得到公平？三、能否促进亲善友谊？三、能否促进亲善友谊？四、能否兼顾彼此利益？四、能否兼顾彼此利益？介绍地区总监，那我们请我们第三分区助理总监 Sakitu 介绍。我们总监，确定总监，我们Grove 社长，我们总监团队，我们社友宝卷，大家好，大家晚安。晚安。今天很荣幸，可以在这里介绍我们崔林总监。我们崔林总监，他是大甲啊、大甲人啊、大甲的农村子弟啊、高中读的是台中一中，大学是国立艺专毕业。也就是现在的国立艺术大学，那主修呢是广告摄影，所以我们总监呢也曾经担任台中县的摄影学会理事长。那我们总监在毕业大学毕业以后呢，1977年就自己创业，成立智宇实业公司。智宇实业公司呢是专门制造这个包包、手提袋、背包、那我们智宇实业的包包、手提袋、背包呢是自创品牌，从这个产品的设计、产品的制造，还有产品的行销，全部通通都是一条龙的作业。那所有的产品呢全部都是外销，85%的产品都是卖在这个欧洲。那我们总监呢？我们崔林总监，他本身是这个是专家啊、设计这个包包手提袋的专家啊、那他在各大专院校都有
担任这个讲师，这个专业的讲师啊，教授如何设计这个包包、手提袋、背包啊，包含了这个联合工专、联合大学、亚洲大学、台南应用科技大学啊，都是他的子弟啊，他在这一个相关的科目设计这个包包、手提袋的当接任这个都是有他的教授的课程啊，甚至呢，在中国大陆呢，福州闽江学院、江西服装学院也都有担任过专业讲师啊。那我们总监呢，加入我们福伦大家庭啊，也已经三十几年啊，从1990年啊加入福伦社啊，在1999年、2000年。那一年呢，那一年担任大甲北区社社长啊，1999-2000年啊，那2006年、2007年担任分区助理总监啊，历任呢地区的社员主委、地区训练主委、地区服务计划主委啊，所以呢，这个在这个总监的团队啊，地区的团队、地区的工作呢啊，历练非常的完整。总监过对各项的基金的捐款呢，也都不落人后啊，累计保罗哈里斯达15,500美元以上啊，那也每年也都捐助3至4位的福伦之子，那中华教育奖学金累计40万元以上。那我们总监也很喜欢写书记事，现在有出版过好几本书啊，社长生涯、福伦话语、地方年会的工具书、经纬啊，梦幻尼泊尔之旅及福伦路上你和我啊，这么多的那个著述出版啊。那我对我们总监呢啊，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1年半以前呢，哈，这个是我们总监，他是独一无二的啊，非常的特别。在1年半以前，他就开始拜访社当啊。那个时候呢，1年半前呢，连上一届的艾斯总监都还没上任啊。那我们崔林总监呢，就一个一个的挨家挨户的啊，是拜访我们3461地区的60几位社当啊。那在艾斯总监还没有上任之前呢，哈、哦，不要说崔林总监上任，是艾斯总监还没有上任之前，就把60几位的社当呢，通通都拜访完了，哈、哦。那我们总监他是很真心诚意的哈、哦，到每一个社当的家里或者是公司去访问他，哈、哦，非常的平易近人，哈、哦，就是很好，要诚意来交朋友这样子的那个心态啊、哦，所以说我们总监他做的是平易近人，非常和蔼可亲啊、哦，他做事是超前部署，什么事情呢都是非常的早之前就开始谋划筹划啊、哦，像这样1年半之前呢就拜访60几位社当这样子啊、哦，那就是我们有幸哈，2122这一年呢哈。哦，我们由我们2122独一无二的啊崔林总监来带领我们啊，谢谢大家，谢谢，我们欢迎他，谢谢崔林总监，欢迎崔林总监。那请我们的总监以及总监夫人，请让我们唱欢迎曲总监歌。Oh.
谢大家。请坐下。介绍来宾及有色色友。首先，我们介绍我们的三四六一地区总监薛鼎钱刚立，秘书长秀，地区助理总监布伦，地区助理总监江省钱刚立。地区部秘书长 Nice， 总监办公室主任李贤刚立，地区青木组委 Lamp 贤刚立，地区青木副组委 David， 年会副组委 Sunny。地区执行秘书傅米，青木副主委 Klaus， 执行秘书 Kevin， 办公室副主任 Ken， 办公室客助 Angelo。第三分区助理总监 Saki Two 钱康利，第三分区副助理总监 Land 钱康利，第三分区 RCC 主委 Tom， 第三分区摄影美学主委 Johnny， 地区总监月刊采访 Devin 伟。地区服务计划副主委 Style， 那请介绍的来宾原地起立，让我们为你唱欢迎歌。各位这个日常生活用品改善生活品质以外，
并参与第三分区的其他六社所举办的服务计划吼。啊，今年度本社成立对扶轮基金捐献，甲林良扶轮之主啊，生命桥桥梁组合计划，拢真正有踊跃的支持吼。今年这几项捐献总金额，咱达到80万吼。所以特别要感谢这个 PP 八弟吼，今年捐献诶30万诶，这个做这个教各种金吼，啊，甲两迄个哦，伊这个，所以今年历届啦吼，咱 PP 八弟吼历届累积起来已经捐献210万吼。啊，当时吼，这个 PP 电视台的捐款嘛，达到135万吼。所以而且吼，我对这个咱这个拢有捐款的，这个谢意甲欢迎吼，而且表达12万分的谢意吼，啊，多谢各位的热心捧场吼。啊，最后咱恳请咱总干咧提供本社搁较侪支持甲辅导吼，让本社的社务更加精进，社员会搁再。我搁增加充实这个扶轮的意识吼，啊，咱搁再次来个那个掌声来欢迎咱总干甲团队哈，谢谢。地区总监致辞及专题演讲，请我们总监确定，请大家掌声鼓励。区最总监哈，那个 Brett， 那个咱分区最总监 Sakito， 以及咱地区秘书长秀所安排的咱所有的这个总监团队哈，那个咱大屏港安南社最多的这 PP 哦，其实足侪拢含我共住的啦哈，像 Chris Taylor 啦哈，啊。这个民信啊，哈啊，去接济哈，阿咱的舍友啊，包括大家晚安，大家好。好。今仔日啊，确定足欢喜哈，来咱大屏港阿南社哈，做这个总干年度的这个共识方案，其实。总干是阿爱的一个职员，吼，伊负责来咱36地区啊来协调合作啊，地区内面的扶轮社各项的啊事务行政啊啊五大服务的这个工作，吼啊，总监公事访问是一个必要的，吼，这是一个啊，其实总干吼。是我爱做工作，吼是阿爱志愿啦吼。啊，而且呢，啊，我多谢咱最总监吼，萨克兔吼，较详细的介绍吼。啊，确定是伫1990年吼，交给进入加入咱这扶轮大家庭吼，1999-2000年吼，做小弟。那伫今年啊来做这个。咱36个地区的这个地区总干吼，啊，今年吼，受到这个 COVID-19 的影响吼，啊，很难得吼，最近大家社吼，啊，拢实体工，实体工行较有温度啦吼，因为人与人的见面吼，安尼听吼较亲切啦吼，啊，视讯是不得已的吼，啊，我希望讲银行吼，确定，等下让大家了解讲，哎，最近的状况安怎？啊，咱地区的目标计划等等啊。那今仔日啊，我着拜托咱总队办公室副主任哈、啊，来给咱播放。其实这个是伫大概30之前就录影，不过后壁其中吼、啊、有录音压电影吼，用台语讲的哈，即。确定吼，第一方向无啥会得，但吼多多吧，啊，
以下啊，来要不演说之前呢，啊，我先播放一段，确定在这个啊国际讲习会的这个时阵呢，啊社长 Trevor Meta 呢，伊演说的片段。其实这届我拢无去美国啊，但是这个啊 I 的讲习会呢是2月1号到2月11号11天的时间。大家知影2月11号是哪一天呢？除夕。所以阮都上课上到初一知啊吼，一点点外吼。啊，其实大家为确定啊，这个影片中呢知道说，其实暗时是为十点开始吼，到第二天的一点吼。啊，真辛苦，不过获得获益良多吼。啊，即摆先啊来看这个啊社长谢可的一个演说片段啊。What we have not accomplished in the last 17 years, I challenge you to accomplish in 17 months. Membership to 1.3 million by 1st July 2022. How can we reach that incredible goal? The answer is, each one bring one. Ask each Rotarian to bring one member to Rotary in the next 17 months.Just one member in 17 months is all you need to ask of every Rotarian in your district. We need to grow more, to do more. Service is the rent I pay for the space I occupy on this earth. And I want to be a good tenant of this earth. I'm sure each of you also has found your opportunity to serve.They may have been small opportunities of service or large projects. More than just the size, it is the attitude that defines service. Gandhi was once getting up on a train. Even as he was getting up on the train started moving and one of his slippers fell off. Gandhi's immediate reaction was to throw his other slipper to where the previous one had fallen. His friend who was traveling with him asked him, "Why didn't you do that?" Gandhi said,Someone will find that slipper. What good will be one slipper to him? So I threw the other. Friends, it was a small act of service, but I think it was a big attitude of service. Rotarians keep serving because we want to change lives. A water project in Haiti has changed the lives of more than 10 million people. Back home in India, the TEACH program of literacy and education.Has impacted the lives of millions of children. In the coming Rotary year, I request you, urge you, cajole you to serve people and help to change their lives. So, my dear governors, our theme for the year 2021-2022 is Serve to Change Lives. Our special focus this year will be on empowering girls.
one of Rotary's core values is diversity. We have a public statement that outlines our belief in DEI. 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 It is important that we empower the girl, as we all find that more often than not, the girl is disadvantaged. We will serve all children, but our focus will be especially on the girl. And for every Rotary and Rotaract club to be able to organize and engage Rotarians and Rotaractors and the public at large, we will have Rotary Days of Service. Do participate in the presidential conference closest to home, and do encourage every club to participate in a Rotary Day of Service. Ending polio, fighting COVID, working on large impactful projects, and increasing our membership to a never before 1.3 million. The task ahead is challenging, and that should excite you. Rotarians love challenges. A ship is safe in the harbor, but that is not what ships are meant for. They need to go out in the high seas. At this moment, I urge you, wherever you are seated, to put your hand on your heart and pledge with me. We have the power and the magic to serve, to change lives. So my dear change makers, together let us serve to change lives.咱今年这个爱社长舍克麦塔呢，伊是伫这个印度西孟加拉邦吉尔各答马哈纳吉尔古伦社的社友。即马这边呢，我甲大家吼，播放一个伊的社会各古伦的经历，予大家欣赏啊。Rotary International President Sheikh Mehta is the fourth Indian to be nominated to be the President of Rotary International. He graduated from St. Xavier's College, Calcutta. He did Masters in Commerce from Calcutta University and then did Chartered Accountancy, Cost Accountancy and Company Secretaryship. He heads the Skyline Group, engaged in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in different parts of India.He's a member of many professional, social, cultural and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He's a trustee of Operation Eyesight Universal India, a Canada-based organization, Shelterbox UK. He joined Rotary in 1985. He's a member of the Rotary Calcutta Mahanagar and was district governor in 1999-2000. He was the director on the board of Rotary International for the years 2011 to 2013.He has held many positions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Prominent amongst them are, he was chairman of Strategic Planning Committee of Rotary International. He was chair of the Joint Committee on Partnerships of Rotary International and the Rotary Foundation. He was the chairman of Rotary India Literacy Mission, chairman of Rotary Foundation India. He is chairman of Rotary India Centennial Celebrations. He has helped Rotary add two countries to its fold, Bhutan and Maldives.Keenly dedicated to service, Shekhar has led some major service initiatives in India. Some of them are constructing 500 homes for tsunami survivors at Andaman and Nicobar Islands, starting the Shelter Kit program, which has served about 20 disasters in India, distributing more than 10,000 shelter kits, helping about 15,000 disaster victims, healing little hearts, having got done more than 1,500 heart surgeries,for children all over India. He has conceived, designed and scaled up the Rotary India Literacy Mission by starting initiatives like conceiving and starting the TEACH program. The program today has spawned the entire country of India. More than 3,000 Rotary clubs participate in this program, making it one of the largest programs of literacy and education by Rotary in the world. He has initiated construction of 5,000 plus toilets in rural West Bengal,and the Swachh Bharat initiative benefiting 25,000 villagers.
has been instrumental in setting up 15 eye hospitals all over India. He is recipient of all the highest awards of Rotary International, Service Above Self Award, the Meritorious Service Award, and the Distinguished Service Award. Shekhar is married to Rashi. Rashi is a stage actor and has performed in many plays across India. She is a past president of Innoveen. They have two children, son Chirag, married to Geeta, settled in Delhi, and daughter Chandini, pursuing PhD in Delhi. They have one grandson, Veer. Shekhar's guiding mantra is, service is the rent we pay for the space we occupy on this earth. Ladies and gentlemen, Rotary International President for the year 2021-22, Shekhar Mehta.这个好不容易去拿到的哦，啊，我大概分享。啊，所以呢，啊，咱来甲大家介绍下一年度的主题，啊，这个设定的考核，啊，啊，过来，我这个我策略这个优先事项及目标，啊，以下，啊，有以上的要求中，咱已经了解，2022年度下一年年度的主题是 Serve to Change Life， 啊，就是以服务改善人生。 而社长的考核是 Each one bring one， we are change maker。 同时呢，也注重地区扶轮服务机的举办和社员和非扶轮人的参与。另外呢，也希望扶轮人呢爱do more for more， 还是讲 for more to do more。 另一方面呢，嘛是注重妇女、女孩权利的保护，以及青少年的保护和提升等等。2021年度仍然呢延续顶年度的妇人的环境的声明，啊，就是咱一起展望世界上的人民，结合力量。 采取行动，在咱自身、社区以及世界各地，创造着持续的改变。以上就是扶轮的愿景声明。另外呢，咱还各规划国际扶轮策略的优先的事项及目标，就是下卡四项。第一项就是增加咱的应用。 第二是扩展咱的组织，第三是促使参与者的投入，第四是增强咱的适应能力。还佫有今年度下个扶轮奖有15项，咱各扶轮社需要上RCC，添至少15项以上，将贵社较容易。 达成的项目评价，同时，那完成了后，马上爱上去给领导。那安尼呢？安尼吃呢？下一个人吃，就是咱贵社。所以啊，啊，大概介绍咱地区第二道策略计划工作的目标。 所以，确定要甲大家报告，2021年度地区的策略计划和工作目标。这方面呢，主轴还是围绕伫国际扶轮策略优先事项及目标来做。第一项就是增加咱的影响，爱增加咱的影响力，外乎爱利用咱扶轮基金的 DDF， 伫咱的社区。 还是全球各地来做服务的计划，要达到这个目的，就是爱咱国内无论基金的关系，不论是俄罗哈里斯、巨额捐献，甚至于 EIY 推动等等。
第二项是扩展咱的厝子，要达到这个扩展咱的厝子呢，嘛同款爱增加咱社员的招募，以及防止社员的流失。再来就是增加新社，创立新的富人社，嘛是一种方式。还是讲成立社区红团 RCCS， 并鼓励因参加咱地区无论服务节的活动，举办社区的服务、地区的无论节的亮相比赛，开放予社区民众来参与，提升咱对社区的民众的影响力和因对咱无论品牌的认识。第三项就是促使参与者的投入，无论是爱设计予咱社员参与的活动，强化地区保管委员会的功能。所以今年度要规划三项地区保管委员会的联谊活动。再来就是爱提升来咱无论亲力亲为的核心的价值，体现咱无论职业服务的价值，发挥职业共振的效应，借着这个提供咱个人以及专业关系的新机会。最后一项是增强咱的适应能力，改变无论的运作的模式。精简咱扶轮社务行政程序结构等等，促使咱扶轮和社会精英的青年的族群的接轨，改变咱自我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外在环境。以上就是咱地区的策略计划和工作目标，感谢大家的聆听。也谢谢各位聆听。后面呢，我甲大家介绍咱地区三种较重要的活动计划，希望大家踊跃来参加报名。第一个就是咱地区无论日的活动，由咱这个 PP Mason 来主委来介绍。大家好，我是地区扶轮日主委，台中市政社 Vincent。 今年扶轮日我们将举办于在11月20号星期六台中市民广场，将举办别于以往的地区扶轮日。怎么不一样呢？首先我们将从下午2点才开始举办，大家不用太早起，也不用忙着梳妆打扮来参加这个扶轮日，所以我们在下午2点才开始。第二，我们今年走的呢是民歌野餐嘉年华。那各位一定会知道，想要知道说扶轮日有哪些精彩的活动。首先我们有很多的亲子活动，包含了涂鸦派对、泡沫剧场以及很多的趣味闯关的小活动，供所有亲子市民一起共同同乐。那除此之外，我们还有结合了亲子同乐会跟齐聚摄影好手的写生跟摄影比赛。那各位都可能觉得说，哎，这些东西我没有办法参加，没关系，我们有很多的网美养成区，供各位社友们、夫人美美的拍照，拼命的上传你的 FB。在此之外，舞台上呢，我们有结合了台中市政府的反毒英雄的争霸赛比赛。除了丰富的节目外呢，我们还有准备了50个丰富的摊位。我们结合了台中市政府的反毒宣传摊位、公益摊位外呢，我们还有文创风区的复地市集。放豆腰的著名台中美食区，以及邪恶的胖达养肥区。到了这个傍晚，我们邀请市民朋友以及无论社友们、三五好友一起呢，席地而坐，享受着周边的美食。而我们同时也邀请了多位著名的民歌歌手及网红民歌歌手，让大家在傍晚的时候悠闲的享受精心准备的民歌野餐扶轮日。总监还特别准备了赠送给各位野餐垫以及丰富的礼品，除了背包、旅行包、自行车，还有
许多的家电供大家抽奖。11月20号下午2点，在台中市民广场，我们希望看到每位社友都一起来参与，共襄盛举。好，这个地区福人日今年不赶快，我希望大家踊跃参加。再来就是地区年会，今年地区年会呢，他都话哦，刚刚100%对吧？对不？不但爱100%，爱300%，啊，大家满心欢喜啊！300%是安怎来？后壁请看啊。今天由我 Grace 和秘书长 Lighting 介绍2021-22年度第五届地区年会的节目。第五届地区年会流程：3月12号星期六，在大甲高中分组讨论；3月14号星期一，地区年会保健之夜；3月18号星期五，有 RIPR 欢迎晚会；3月19号星期六，有保罗哈里斯早餐会；3月19、20，第五届地区年会议程，以福伦艺术节的概念发想来建构2021-22年度第五届地区年会主轴。地区年会礼拜六第一天下午穿着正式的服装，地区年会的第二天呢是一个轻松的嘉年华会的形式，所以呢不穿西装哦。我们会穿有领的休闲服，可以带家人还有小朋友们来参加。第五届年会我们希望是快乐、活泼、轻松、愉快。礼拜六的年会晚会还有礼拜天的议程中，会由各社的社友及宝眷们来做一个穿插的表演。会场外及地下室广设咖啡及品茶区的桌椅，让社友们相互来联谊，并且呢，我们会举办系列的福伦日社区服务摄影比赛、绘画比赛，还有艺文的联展。地区保健之夜，我们定3月14号星期一，我们在定酒店，我们计划邀请各间和大家一起欢乐及舞会，在福伦之夜。我们在中兴大学会生堂隆重举行，由各分区社友及保健表演。第二天、礼拜天呢，我们预计是请李安来做演讲。议程中间呢，我会参加社友们的表演。我们预计呢，邀请吴继刚来做一个服装的走秀。明年3月19、20，第五届地区年会。中兴大学卫生堂见。是啊，那三百人，把恁的孙啊吼，第二天拢出来，吼、哦，啊，夫人嘛拢来，安尼来讲吼，咱是一个礼仪的轻松的嘉年华的这个地区年会，希望今年大家来踊跃的参加，做一个不一样的咱的地区年会，最好一个就是。咱地区博物馆委员会的这个活动，啊，咱有三个，第一个就是9月2日，啊，这已经报名截止了，啊，拄仔我甲社长报告，如果9月8号又开放，啊，松绑，那我们还有名额，那么呢，迄报名拢秒杀了，吼，一点钟内就拢头，去报了，啊，所以讲，咱还无报的。可能9月10号左右，我们可以了。那以下我跟大家做介绍啊、哦。地区保健礼仪主委，三海屯福伦社 Lady Chair。地区保健副主委，大屯福伦社 Lady 夫人 Jennifer。大家好。大家好。福伦有爱，学习成长，互动联谊，奉献服务。我们的。地区保健联谊开锣喽！2021年12月20号圣诞舞会，2022年3月14号的保健联谊之夜，再来就是2022年3月19到20的年会开始，独一无二 Antonio 约旦派对，福伦有爱，圣诞最嗨，时间在
2021年12月20号晚上6点到9点半，地点在林酒店，服装主题是金银红绿，当天会颁发特别造型奖3名，费用是2人同行3000元。当晚有一个作品活动，邀请名人画家共襄盛举，由 DG 崔鼎、三福、山海豚、勒令、流动画以及大人社勾的夫人的油画等等 DRF 福伦基金义卖所得与捐赠物品者之名义做捐赠，扣除活动的费用后全额捐赠给 Emporio 基金会。当晚邀请知名的 DJ 主持，以圣诞舞曲为主题，会场将安排义卖的艺品布展。活动大致的流程是6点到6点半开始，总监抗议会有一个开舞，加上12位的干部团队，并且总监团队热情的进场 ，DJ 圣诞舞曲时间及穿插义卖拍卖的时间，最佳造型奖的颁奖时间。第三个呢，会有音乐餐会，地区联会保卷民之夜，然后情歌之夜，也就是独一无二。参会的地点呢，我们的时间是会在2022年3月14号晚上6点到9点半，地点林酒店3楼，费用每人1000元。主题呢，我们还是以白色情人节情歌之夜为主。那这个为我们当周的地区年会活动做暖身，邀请各社保眷一起来度过白色情人节，联谊餐会为主，然后我们会穿插互动一些游戏或是大考验，现场民歌的演出有法文、西班牙文、拉丁文，各式情歌演出，并邀请民歌手现场演唱，我们也会准备精美的礼品给参与的保眷。爱夫人、爱宝眷，一起来！以上哈，三个咱地区较重要的活动，哈，希望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哈，多谢，好，谢谢。感谢我们总监哈，接下来我们新社有宣誓，那请我们的新社有 Radio 以及 Highball。上台，请我们社长 Global 上台。请监事人，我们总监 Cherry 就位。请宣誓人新社友 Radio 及 Highball 高举右手宣读入社誓词。于誓以至诚加入台中港东南福伦社为社员，今后恪遵国际福伦宗旨及本社章程，竭尽最大努力为社会人情服务，谨示宣誓人何品杰。请监誓人总监崔鼎为新社友佩戴福伦徽章。宣誓人谢秋雄。请 Global 社长致赠福伦宗旨及本社小社长。
请我们新社友夫人上台献花。哦，总监，我们总监也有致赠纪念品。我特别送给他们一个四大考验的立牌。这个立牌呢，它可以每一年的那个徽章可以看比比见嘛，所以立牌爱国你必须拿。播种三年的公文袋。请舍友夫人上台献花。上台，我们一起和跟我们新社友合照一下。纪念品，总监致赠纪念品，赠送全体社友领带及徽章一组，赠送总监抗议与社长抗议合照一组，请我们社长代表接受。请我们社长抗议以及总监抗议一起上台。哦，总监抗议致赠纪念品。所以我也不知道，明年小弟找
我破洞哈，啊，所以说我们背负这个书包，哎，对吗？啊，这个夫人呢，送她一个精美的手提袋，这样就顺眼啊。接下来，社长抗议赠送总监抗议纪念品。我今天领领导来吼，跟他来讲，要来甲社长买一个地球仪啊，这个起码该买了，多谢你啊。出席共享联谊，下下周2021又次例会，110年9月16日星期四之例会办理庆祝中秋节暨表扬小夫人金榜题名活动及789月生庆生会，特变更为110年9月12日星期日中午12:30到1:00参叙联谊，后里新月大地景观休闲园区。社方准备一份红包，恭贺金榜题名小夫人学业进步，两位社友一盒六路月饼，欢迎社友夫人宝卷及金榜题名小夫人参加共度中秋佳节，敬请社友踊跃报名参加，以利统计人数安排参去参加办法，社友二人计金榜题名小夫人免费，直系宝卷及参加每人均收300块。欢迎社友贵宾报名参加10到10箱。以上秘书报告。
那我们今天例会，我们今天例会先到这边结束哈。那等一下，那请我们社长临终例会。因为时间的关系，那个颁奖进入永昌的时阵将颁奖哈，所以因为时间的关系啦哈，所以今天到这边闭会哈，谢谢。我们接下来我们要和我们的总监团队哈，跟全体社友保健大合照，那请全体我们地区团队还有我们。